送曹操报案的时候，吴宇森导演就说，说赵薇这次扮演的孙尚香一定会让观众感觉非常兴奋。那我想问一下，赵薇这个角色让你兴奋吗？非常非常兴奋，对，我很感激碰到导演和碰到这样的一个角色，因为他们，我觉得我们这里面的很多男性主角都像我导演是英雄人物，但是呢，这次导演在剧本里赋予我的这种表现的东西呢，我觉得其实是虽然是个郡主，但是他有一些很平民的一些感觉，还是而且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一个女孩子。在我觉得有一个很新的东西，就是我们古代的妇女，她也是一个愿意为国家去效力，愿意去完让自己的人生得到圆满而尽力的一个女性。这样的女性，我个人也是非常非常欣赏的。嗯，其实这个人物在历史上其实也是做了很大很大的贡献的人。有没有觉得你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，有点像这种自己的无间道？对，有点像那无间道的感觉，有点卧底的意思。哦，是的，是的，那个导演就是为了让我在曹操的部落里面非常不起眼，给我穿了一个很胖很胖的棉袄，然后我在里面的外号还叫胖猪，然后把我的脸画得很黑，然后他就要那种我丢在很多很多士兵里面，就是一定不能够跳出来，是个女孩子假装成假模假式的扮演一个间谍这样的，所以还是给这个角色非常多发挥的空间的。